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43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探长的玩具，它呢是最近一个世代精选系列五人包里头当中的其中一个。另外四位成员已经在这里了 ：Jazz、飞毛腿、这个开路先锋，还有千斤顶。那么这个探长的话呢，为什么大家特别拿出来说？因为这个模具呢，虽然不是完全新的模具，在一个玩具叫做碎屑吧，是一个沙漠配色的这个吉普车，它就是用了这个模具，但是它名字并不是命名为探长，而使用了探长这个名字，并且用这个配色的，就只有在这个五人包里头你才能够买得到，所以它成为了这个五人包里头一个非常非常坑爹的存在。如果你想拥有这个配色的这个模具，又命名为探长的话，还真的你只有买这个了，非常非常的有伤人的头脑啊。那我今天只会挑这款探长来做分享，后面四个玩具呢，我以后呢会单独的一集一集慢慢来聊。你看我也是很懂得水流量，对不对？行吧。那虽然说呢号称是一个新模具，但其实它跟这一款 War for Cybertron 这个 Siege 围城系列的玩具呢，其实它们的变形的话呢，80%-90%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呢只有它的背包，也就是车顶盖的部分是不一样的。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待会在变形的时候呢，各位就能够感受得到了。但是呢，我们要说一下啊，当我把这一款 Siege 的这个模具拿出来之后呢，我突然感觉，哎，奇怪，你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变成精图版了？你不是本来只是一个美版的一个大货吗？啊，确实啊，你这样相比较之后呢，你会感觉，怎么几年以前的围城，现在看起来居然如此的华丽啊！突然觉得他身上这些旧的这个战损，当时被大家炮轰了，现在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差了，对吧？果然能够证明官方清白的也只有官方了。那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世代经典系列呢，他们主打的是一个应该是还原动画的配色吧。所以其实你去看它每一个玩具的配色，其实都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干净啊。我甚至也是有点喜欢的啊，真的也不差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模具的话呢，它的武器。一个肩炮非常的巨大，两边都可以插啊，它可以两边都可以插啊 ，OK， 也可以换到这一边，手臂平举也没有问题。另外的这个武器呢，你要把它全部变成双肩炮啊，当然也都是可以的。手臂的平举360度的转动啊，二头肌啊偏紧的一个转动，手肘弯超过90度，超过一点点，拳头还可以转啊，有点令人意外啊，腰身可以转，叫前后左右啊踢都是没有问题的。膝盖啊，变形的需要啊，可以弯超过于90度，还可以假面骑士飞踢啊。这个模具由于来自于围城了啊，其实就是围城的Deluxe Class， 就刚刚拿出来那一款的一个小小的改模。那当时围城刚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评价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模具本身的完成度，也是不赖了啊。那后面这里的话呢，你看啊，这个由于改模的关系，它这个空洞就更加的巨大了。那么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呢，变形的话呢，这个部分可以先挑起来，然后肚子啊，这里两侧啊，这里有一个锁扣，一定要先把它给打开。好，打开之后呢，这个头部的话呢，往上翻上去。那翻到这里之后啊，这里往这里压下来，会听到咔的一声。再来呢，把这个手臂收进来的时候啊，是收成这个样子啊。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角度，到这边，注意这个洞啊，要记得朝上，这里推进来，好，转进来到这边，你找一下啊，这个洞要朝上 ，OK。那这里的话，其实它这里这个灰色的部件跟这个斜线，它是刚好会切合一个特殊的角度的。那再来腿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脚这里有点整个都给松开之后啊，直接这样子转过来到这边，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这里解开 ，OK， 到这里。好，那后面的话呢，就是可以两个腿后面结合，这里的话呢也把它给摁下去啊，然后这里推进来，这里也给推进来。好，两侧的话呢稍微的去压一下。那这里的话呢，刚刚提过了，手臂的内侧有个洞，它这里面有个绿色的凸在这边啊，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大概合一下大概就可以推上去了，因为毕竟公差算的还是相当的可以。带的武器也可以把它给安置上去。好的，
那么这个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这个世代精选系列这个博派联盟五人包吧啊里头探长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那么这是一款算是地球上的载具了啊，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它跟 CG 的载具的话呢，就会发现它还是比较贴近于我们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那这个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挡风玻璃啊，虽然不是透明件，它后面的话呢，这里啊没有驾驶座的刻画，比较可惜。其实以认真比较起来的话，还是围城那款模具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完成度会更高一点了啊。那这个的话呢，就等于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半完成品的感觉。那配色的话，我觉得看上去还不错啊，也还是我能比较接受的一个配置。那轮胎的滚动性也还不错，虽然不是铆钉，但是也算过得去了啊。那我们稍微跟其他几位成员呢就做个简单的合照啊，就作为一款，你看这个配色就是比较干净，就是一个曲罐的一个动画的一个配色感觉吧，就是大量的色块啊，是那种老的各种卡通里头的那种配色。那只能说吧，这个官方这一次真是好样的啊，就是硬是把这个探长给塞到了这个五人包里头啊。那这个模具本身啊，如果你真的只能够二选一的话，我还是会推荐吧，你可能还是买围城这一款，如果你还能买得到的话啊，这个代价比较低，可能这款还会感觉更加好一点点。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